PK 郭德纲上演经验运动会。哎，这样蹲下去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一个脚跪在这儿，跪在这儿，哎、我的天哪，哦，一个脚放在这儿，青天的大老爷呀、啊！来，预备，翘屁股。哎呀，再翘点。我这腿不行，我跟你说。你腿不行啊？怎么个翘法？把腰。你有腰，你腰在哪里、啊、我没有腰，我肩膀下面就大腿啊。腰哦，对，腰腰掏下去，掏下去，屁股翘起来。哎呀，郭老师今夜收徒，与老郭合唱闽南语童谣。P O O P O O， 白乐猴，白乐猴，阿公阿嘎地头，阿公阿嘎地头，白滚哦，白滚哦，滚啦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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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推广普通话，龚飞飞让老郭哭笑不得。来介绍一下这个戏什么故事？侦探嘛，第一家侦探。对不起，侦探啊，侦探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侦探侦探侦探啊，侦探侦探啊。他朋友都说他是个钻石。说他是什么？钻石。壮士。钻石。钻石。钻石啊。成功。吓我一跳，他是个壮士，钻石。你要说他是个烈士，我能明白。我回去练练我的普通话了啊，没事没事，能听懂能听懂。上期节目中，龚贝贝受邀为好友梁静站台，不想梁静却借故闪人，留下龚贝贝一人独自做客。不过向来开朗大方的他，想来也不会太过拘束，定会与老郭大聊特聊一番。演员龚贝贝从小极具运动天赋，创造的实时是100米短跑记录十年间无人问及，一部京港爱情线使他成为众人追捧的玉女代言人，后在电影《独自等待》中的精彩表演更是获得多方认可，好评如潮。哎，其实最近我经常看见龚贝贝啊，对的。然后没想到今天到今夜有戏来做客，这个有一个小传说，说你曾经体育特别的棒，不是传说，是真的呀。当然了，跑100米的记录，据说10年没有人超过。对对对。是是是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我以为他们写错了呢。没有，真的是。那既然你这么厉害，我们要学一下了。嗯。老话说得好，遇高人岂可交臂而失之。嗯。你愿意教给我们一下这百米冲刺吗？啊，你怎么这样看我？你有什么要求？你明说。嗯，好吧，好吗？没事，我这人比较那个。好，谢谢。比较那个。哪一个？没事，来来来，我教你一下。是朱心啊。我们地上有一道黄线。好，那有冲刺的吗？有冲刺的啊。好，那先咱们先来啊，我们先来起跑啊。来，这样蹲下去，蹲下去，蹲下去，一个脚跪在这儿，跪在这儿。哎呦我的天哪。然后一个脚放在这儿，青天的大老爷呀、啊。然后那个把手放下去，要两这样两两个手指开。哎呀我的天，对，可以了吗？不是不是不是、啊、这个你要自己量，一二这样。好，二啊、那一个太宽了，太宽了吗？对。然后呢？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好，近一点。啊，对，你腿可以往后。哎呀，我可以退赛吗？这个学生太比较难办。然后呢？然后预备的时候要把屁股翘起来。我这个姿势已经很为难了。来，预备，翘屁股。哎呀，再翘点。我这腿不行，我跟你说。你腿不行啊？怎么个翘法？把腰，你有腰，你腰在哪里？我没有腰。我肩膀下面就大腿啊。腰哦，这腰腰掏下去。掏下去。屁股翘起来。哎呀，这腿不就起来了吗？那你把头，那然后脑袋往上翘。翘。嗯，然后腰，然后屁股啊、哦，再翘一点。来，这个。我只能这样了，大爷，您饶了我吧。OK、嗯。OK， 预备，然后往上提，然后冲啊！啪、哎！就胜利了。你说你还踢足球呢？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学生拿本来，我给。他来学学是吧？对，应该让你穿裤子来，你就能给我们试验一下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怎么着？列祖列祖啊！你这徒弟比你还青出于蓝胜于蓝。你这等着枪毙了，你这是？不是这样啊，影子行吗？影子也不行。我会，但其实应该是。我回去换秋裤去。我秋裤。来试试、啊。你会啊？我会。OK 吗？嗯。
对整，对对对对对。来吧，屁股翘起来，屁股翘起来。哦，对。哎，这个这行，对对对，就对了，对吧？对，这手比较紧。跑。然后就这样，好了，冲啊，冲下去，不喊卡啊。哦，是这样是吧？嗯。我看咱够呛，够呛啊。那个还有那撞线那怎么回事来着？撞线，哎哎，你们俩拉一下线哈。来来来，撞线有个很重要的要领，你说是一定要把这个肩膀撞那个线才算，你不能腿翘了没用。那你们这行挺虐待人的，那你给我们表演一个吧。我那个表演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来，说这太残酷了。行，嘴巴。哎，还是你来的好啊！那这场比赛你又赢了是吧？啊，对，我赢了。赢了之后有奖品，你知道吗？有啥奖品？就是可以坐着聊了。欢迎龚贝碧。那小影子学过跑步？啊，好，专业的，专业，你也专业的啊？我也专业的，专业都有前途。那个，现在还经常参加跑步吗？不怎么跑了，不怎么跑了，是吗？嗯，就是不是上学的时候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会儿跑上，嗯，挺好。今天龚贝碧来了，非常高兴。咱们跑跑步，聊聊天，跳跳舞，唱唱歌，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，一起来，乐。你看过我们这节目吗？偶尔看过。这个我们节目里有一个 PS 大赛，就是把我的脸变成不同人的形状。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作品。解编。人在囧途。嗯哼。变。这我跟谦儿哥还挺像。还有我呢。啊，小月那边还侯爷。高峰。来对比一下。嗯，还行，不错，做的真挺好的啊。这个还比较像，对，再来，嗯，不会太过，哦，这可就不灵，变，这不灵，哎，这写着我就喜欢带壳的，我就喜欢带壳的哦。大战螃蟹精，比较一下，哦，还有 P 的更好的呢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，有，这是哪一部？吴彦祖啊，吴彦祖后边那大哥呢？那我说你后边那个回头看那大哥，那个不知道，那不认识了。来变，你们真欺负人呐！对比一下，你还是别留头发了。还行哈，还行，过得去。我觉得不赖，这就生完孩子之后，我显得胖一点啊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郭老师。没了，收工。这是我们的作者，我们的网友叫骆驼小文，他们俩是提供的。虽然说这个 PS 大赛快结束了，但是谁有这方面的好作品，依然欢迎您寄到这里来。我们选一二三等奖到现场，和我们的嘉宾以及主持亲密互动。你名字很独特呀，谁给你起的？外公。有人管你这那个有这 B 字啊，第一个心字。B 字。啊，草字头一个必须的必，就是，嗯，有没有人给你喊龚贝心？有，真的呀？贝心贝心，还叫我卑鄙无耻，啊，这个、有人叫我无耻，哦，这是他们了解你的，这个对，当初是外公是怎么想的？就这么大仇恨？怎么仇？啊，没有，是我姐，其实是我姐姐先叫我的，就叫用闽南话说叫卑鄙卑鄙，还行，闽南话听还挺好听的，对，然后完以后。外公就跟全家跟着他叫，然后外公就那个挑俩字说，哎，这跟那个，因为外公是教外语的，然后就说，哎，挑俩字跟 baby 的意思就套了进来，但是特麻烦，我那个 B 字，就一级字库没有，所以我每次去飞机场都得跑到一个很特别的待遇的地方去盖个章，然后写一下字，然后以前来到银行的时候都是很麻烦很麻烦。听说你们家里人名字都特别洋气是吗？嗯。那能给我们唱一个比较洋气点的歌吗？洋气的歌唱不了，我你爱唱什么？我教你一个比较土气的歌吧。好啊，我教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教个闽南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童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嗯，我谁呀？谁呀？好了好了。谁呀 ？OK 啊 ，T O O。听哦哦，白了吼，白了吼，阿公阿大地头，阿公阿大地头，白滚哦，白滚哦，滚啊滚，
滚呐滚，滚呐滚，滚呐滚。哦，这是一个骂人的歌。滚蛋鸡巴酸溜狗。大声的滚溜狗。咿呀嘿的隆咚起咚锵。大隆咚起咚锵。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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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。我们唱的这是一个什么玩意儿？哎，他们懂哎。啊，这不懂也听着可乐。很多嘉宾啊，到我们这来都是来宣传一部戏，但今天他是宣传三部戏。来聊一聊宫贝碧即将上映的三个大戏啊。这个头一部戏呢，就是叫《形影不离》。嗯。哎，导演叫武世贤呢。嗯。你跟这个人熟悉吗？不大熟。真的呀？嗯。哦，就这张照片和吴彦祖在一起哈、啊。没有，这个我老公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吧、嗯、好吗？这个戏是我跟吴彦祖还有那个 Kevin Spacey 一个奥斯卡影帝一起和那个合演的。嗯，然后武世贤导演我老公他导的。对、嗯、他说一下，武世贤导演就是他老公啊，这样啊，就是吴彦祖的老公啊。不是不是吗？就宫贝碧的老公。对。嗯嗯嗯。完了啊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戏什么故事啊？介绍这故事没法透露，我演的就是一个记者，暗访记者。被打了吗？你好大的胆啊，你上我节目还敢提这些啊？好吧好吧好吧好。没有，我们是做好事的。做好事，正经有证的记者。没有，是专门接过。没证。有证。有证没证吗？有证的、啊、这是最主要一个专门接。那是什么什么做烂假牛奶或假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、嗯、哦，这也是剧照吧？这不是剧照，这瞎玩了啊。这拍着玩呢哈。嗯，这是剧照。对啊。这男的是谁啊？凯文·斯派西。有戏有戏。真懂假懂影啊。我们来介绍片中另一个大腕，两届奥斯卡的影帝凯文·史派西。你看我翻译的多正确。这是史大爷。史大爷。史大爷原来跟岳云鹏在一起，人称岳史一场啊。啊，这个好玩吗？这人台下史大爷我觉得哎呀太逗。我们是片子刚拍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拍了有大概半个月吧，然后这史大爷来。这史大爷来了。然后完以后，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他没来过中国，我们得尽地主之谊、嗯、去那个就是得带他去玩一玩，吃喝玩乐。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带他去吃了一个，在广州吃了很多东西。四点多我们几个已经累得不得了。早上四点。对，四点多这哥们还精力充沛呢。来回我酒店，我们一起打乒乓球。然后就在酒店里，我们的阳台，因为他的乒乓球是放在那个一个大阳台，等飞一个就飞到底下，飞一个就飞到底下，就没有遮拦的那大阳台里面，我不知道多少人会被打到了、啊、然后就在那边打到早上五六点，我们实在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实在不行了，我们就撤了。嗯、而且这个我们就真的就永远就是感觉就每次见到他就倍儿精神，永远充满那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他没倒过来，有可能。哎呦。这么好玩的一个戏什么时候上映啊？应该是明年初吧。明年初。但我对不干。在做后期吗？现在基本上做完了。好，来介绍下一个戏，叫《一家侦探》。嗯，啊，这个戏是和郭富城一起演的。对我们看有没有剧照。哦，这不是剧照，这是我们在工作上看词嘛。对对对、嗯、对词儿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是吧？嗯，这是他听导演讲戏的时候。嗯，来介绍一下这个戏什么故事？侦探嘛，逼家侦探。对不起，侦探啊，真的、嗯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侦探侦探侦探啊，侦探侦探啊，侦探侦探 ，OK 好、啊，真好，嗯，就侦探片嘛，不敢说了，完了，是一个什么凶杀案的什么呀？对，凶杀案的。然后你和郭富城来侦破案，对，你们是警官吗？他是，我不是。你是警官的女友？不是，我跟那个凶杀犯有关系。哦，这个是谁导的？彭氏兄弟，老拍鬼片的。知道彭氏兄弟、哎、你知道啊？我知道，好多鬼片都他。对对对对，拍得很恐怖。这个戏有没有激情戏？
没有，有白拍了，有那个激情的哭戏。哦，激情之后哭，放荡了，不是是吧？嗯，这个郭富城好像国语不是很好。还行，过得去，在我听来以后，他算还可以了。他还经常跟我在现场，经常跟我练国语，然后就经常那个跟我聊聊聊聊聊，然后又还问我他的普通话怎么样，我说哎不错不错，听懂了。啊，你这普通话加上字幕能听懂了。现在还非常喜欢爱玩游戏机什么的吗？游戏机我不知道。啊，服装呢？在现场。现在还行，你看都这样了，不，他保持得很年轻啊，他那么以前就基本上没变，没有。他哪年生人啊？我不知道，六几年的吧，他应该是比比你大，比我大多了。哎，为什么你会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招你惹你了吗？没有，这我觉得这是代表全国的新生。想问你，我现在确实保养的是，是咱俩差不多的。您，你看你属什么呢？你说我不说，你不说我可给你编了。不说，我要编出来那不定多寒碜了。不说，啊，你但是你为什么长成这样啊？不是那意思，不是你。不过你有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你以后就再也不会老了。真的，你以后不会再老了。我们还是用国语交谈吧。真的，就先老的人，他以后再不会老了，基本上就这样。所以以后我很老的时候，你就是这样。真的，以后你要叫我老太太。老太太不至于，你老 baby。哎呦，真 baby 啊！顶多黑山老妖，我告诉你们啊。我其实打十七八那会儿，我估计我就这样了，就这样定型了啊，就差不多这样。但是我估计我真是到六七十，可能还不会太变化。对，我是觉得。其实我们俩差不多大。对，你七几年的？啊，就是你也是七几年的。七年的，对。对呀、啊，你七几年？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嘛，我就觉得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呢。对不起，对，好了，打到为止。那这戏没有激情戏是吧？哪个戏？这没有哈，就哭你拍了多少激情戏了？激情戏，数不尽啊，数不尽，真的呀，就偶尔能歇会儿也纳闷。我有时候我老公我说，哎，跟人亲吻的感觉是什么呀？跟那个你不会觉得别扭呢？然后说，要不下个戏他给自己写个角色，他说他要给自己写个角色，跟别人亲吻一下试试什么感觉。我说没感觉，他说行，没感觉，那我写一个。他写跟好多女孩有激情戏是吧？你让他写了吗？写就写歪了。他喜欢导戏还是喜欢演戏？他导戏啊，但他都会客串，爱串一个，好多导演都是都这样的，还有的是愿意串一小人物，对对，来个龙套才高兴的，好玩啊，对对对对，戏剧哥哥不就是吗？对，啊，来个坐车的或来路过的，对，很开心啊，而且都是特二了的人物，对，这个戏什么时候上映啊？《毕加侦探》啊，听说是年底，哦，年底，年底这个戏完了，然后就是那个戏挨着了，对，差不多。今年大丰收，来说一说第三个电视连续剧《赵丹》，来看有剧照没有？这是我们的电影前辈，我们第一代电影表演艺术家，赵丹先生太棒了，那是真正的艺术大师，特别好，他马路天使，太牛了。来，演赵丹，我演他的那个。前任老婆叶露西。继续。徐敏山，他真的很像，我觉得。好。有孩子这张。对。像了啊，特别像，我觉得，但他不像他年轻的时候的赵丹，年轻的时候赵丹特别瘦，特别帅呢。是照着老年那个找的这劲头，不是因为他要演他一生，他肯定得迁就一边儿呢。这是跟翟俊杰先生合作的，对，翟老爷子，翟老爷子特别可爱，是吧？对，老爷子快有七十了吗？差不多，反正啊，你算四一年出生，今年你算，我数学不好哎，多少？嘿，不小了。
翟老爷子特别好玩啊，翟老爷子那个就跟个老小孩一样，也是属于精力充沛型。但是像我们这种，因为我们那戏特别累，有去新疆去哪里，去四川去哪，就整个中，因为演员嘛到处走，你知道吗？那您那老爷子特别好玩，他只要一到现场有他就特别笑嘻嘻的，然后完以后他特别爱吃零食，然后每次我觉得看到他旁边那什么化妆大妈都会过去，都会给他塞一个东西。后来我也是走过，一看到他在那看监视器，我就走过去，然后就像喂小狗一样就塞一个，他也莫名其妙把嘴巴张大了出去吃，我他都不知道他吃什么东西。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您当过导演？我有一大箱子。嗯啊，对对，一大箱子，我有一个塑料大箱子，然后里面都是吃的。对对对，因为到了现场之后，比如进组了，然后他们就都出去买，买好多的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每天在现场都是往那儿，然后我们就打开了，谁要吃谁就拿。好像好多做导演的都有这个毛病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嘴不能闲着。对对对，您这样吗？我反正也吃，但是我不是一个好导演，因为我很容易被旁边所诱惑。是可能在监视器这看着看着。因为一般离着我不远啊，就是于谦老师，他们会弄一茶桌，摆上吃的，摆上茶水，然后几个人坐那儿说说，哇，一乐了，我准站起来就过去，说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聊高兴，一直等人这边，您过来吧，这没人干活了。所以我是因为他们会耽误我的导演生涯。那别让他们来现场了。这个赵丹什么时候能够我们看到啊？赵丹应该在。哦，赵丹有，赵丹11月30号，28、30号就播了。哦，那很近了，是吧？在中央八的黄金时段。我们很期待这个赵丹这个戏的上映。谢谢。因为赵丹先生是我们一个电影大家，是、啊，特别喜欢他的东西。敬仰这位前辈。推广普通话，龚飞飞让老郭哭笑不得。来介绍一下这个戏什么故事？侦探嘛。第一家侦探，对不起，侦探啊，真的，啊，没事，侦探啊，他朋友都说他是个钻石，说他是什么？钻石，壮士，钻石，钻石，钻石吧，成功，呀，我一看他是个壮士。钻石，你要说的是个烈士，我能明白。我得回去练练我的普通话了。啊，没事，能听。行，今年是你大丰收年，连电影在电视剧啊，激情戏不激情戏演了很多。这次也算没白活啊！但是提起龚飞飞，不得不提起有一个戏叫做《独自等待》，因为这，好、哦，有人知道这个是吧？啊，年轻人都知道。耶、啊！年轻人都知道哦，只有老人不知道哦。啊，年轻人都知道。也穿梭岁数了。岁数大了，来吧，那你给我们讲一讲吧，因为这戏也是你老公武世贤拍的哈。什么时候的作品了？这是啊？这是04、05年吧？04年哈，04年对。04年。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很喜欢，对，很多跟我说看40-50遍。岳云鹏看过吗？我看过，夏雨，对，李冰冰，哎，真的看过哎，是有李冰冰吗？对对，有李冰冰，对，我看过，中央六播过，高凌，对对对，最后一个片一点是周润发，可是周润发，对对，周润发，是吧？发哥，怎么请到周润发的呀？袁泉，对，周润发好像画面还很短。周润发从来不做客串，就是之前在我们这戏之前，诚意吧，然后完以后可能这个觉得这个剧本也好，然后他的角色也挺有意思，然后因为是说有一个那个男主角在那个里面说卖，说有一个内裤，是说是周润发内裤，跟人说卖周润发内裤，到最后周润发就走进来，哎，听说这店在卖我的内裤，大概就我们有这个戏的视频来看一看。哎，小伙计啊，听说这里有卖我的内裤啊？发哥。就这一句画面，拍俩镜头，哎呀，
很长很长很长，折腾了挺长时间的。嗯，是吗？嗯，他的合同，对，有这么一后吧。但是他特别仗义，他那个他基本上就是，基本上没钱来，但是我们为了诚意，我们就带包了一个很吉利，香港很吉利的数字，一个数字，很吉利的数字给他，这样。对，嗯，这还是说不是为挣钱来的，是，对对对，朋友帮忙来的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嗯，挺棒的。嗯，这个看起来你跟你老公俩人有两下子，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。嗯，你看高兴了。我不要说这话没法回答呢。就聊一聊你老公吧，好吗？好吧。我们谈一谈武世贤导演。哦。印度人。中美合资产品。你还别说哈，他还确实挺胖的。我有一个小资料，据说他祖上是伍子胥，是吗？这是谁跟我说的？这都是真的吗？你给我说说他的来历吧，我才知道春秋战国是外国人的故事。没，我老公真的是中外合资产品啊。是吗？对，他的那个爷爷是广东人。嗯，然后那个他姓吴嘛，然后完以后来有一次我们去了那个西雅图，有那种 Chinatown， 就是 Chinatown 嘛，中国叫中国城吧，对对，中国城。然后完以后就是他的那什么，他的这个爷爷什么之类的，还是祖一些什么亲戚，就跟带他就很慎重的说去拜一下他们的那个祖上，说伍子胥是他们祖上。他还忽然发觉，然后我老公就拍了一张，因为伍子胥眼睛好像有一张照片，眼睛好像有点对眼，他鼻子挺大的，鼻子跟我老公挺像，跟你有点像，就有点大鼻子。然后我老公就是故意拍了一张，把自己眼睛稍微对了一下，然后完以后就拍了张对比的照片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改良，这不是改良过，怎么说呢？混过的，改装过，改装合资的，合资的，对，嗯。有那了不起？你知道伍子胥吗？大致，您给我讲讲。反正我觉得他挺厉害的。何止厉害？当然，那照片肯定不是，会画像。那、春秋战国哪有照相机？对，画像应该是画像啊。当时有一英雄叫伍子胥，临潼斗宝，压定了各国不敢抬头，单手举起千斤顶，在临潼会的时候。对，但是后来因为金顶脸改换银顶轿，楚平王无道霸占儿媳，然后把武将满门抄斩，伍子胥也逃出来，出樊城，出昭关，最后去借兵，到最后又打回来，当时那个楚王已经死了，把死尸从棺子里弄出来，用那鞭又打，这叫鞭尸。哦，对对，这个词一直留到后来。对对对，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，大忠臣。但伍子胥也没想到他后代，哈利嘎德哥德马斯，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谁呀？你跟那个伍。你跟伍子胥怎么认识的？啊，我跟我老公啊，是他一个那个他一个是一个朋友，也是他的朋友，给他开一个那种惊喜 party。surprise party， 惊喜 party， 然后完以后就我闲着没事儿，你过来吧，有个朋友，我说好好好，然后就看到我老公，然后在第一厅，在第一厅大晚上戴个墨镜，装什么装啊，那么烦呢，可以播了。看到夜里进歌厅戴着一大墨镜，对，是怕认出来，来一个美女在旁边，哦，还有美女呢，对，穿得特性感的美女，所以对这个人一开始一点印象不好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不好。他那天要是没把那个墨镜摘下来，坐到旁边，跟着对着眼睛跟我说的一句话，我就肯定就不会跟这人交往了。但是他一说，一看他眼睛，因为我很喜欢看人眼睛，一看眼睛我以后就知道这个人很干净。而且很。你是怎么从眼睛看出来干净的？焦虑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看出来，这是直觉，女人的直觉。你看我徒弟那眼睛看不见。我有有，对不起，你看细看是有的，我放大镜看一眼，有看眼睛很有魅力。老话说得好，眼为心中之苗，看眼睛能看出人的心态来，是吧？我觉得是。你看我的心态呢，真肮脏。
那眼睛吃不糊。打那儿起觉得这人很好，看我，你看我可以了啊。嗯，觉得他很好是吧？我怎么觉得你那会儿照片怎么那么胖啊？我是吧？啊，你觉得是不是？我这上镜都会胖一点吗？你这也太胖点了。有吗？啊，脸跟肿了似的哈。有点。嗯嗯，可能今天吃的比较好。嗯，还行。嗯，打那儿起两个人算交往了吗？没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后来追了两年。职业两年完以后，后来就顶不住，然后就顶不住。后来他旁边的一些大姐们，因为我觉得一个老外那不靠谱呢，然后后来旁边的一些大姐大哥们，就他朋友都说他是个钻石。说他是什么？钻石。壮士。钻石。钻石。钻石，哇，成功。吓我一跳，他是个壮士。钻石，你要说他是个烈士，我能明白。我先去练练我的普通话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能听懂能听懂。你看你一比划，我听明白了。钻石，他是个钻石。钻石，OK。你们是问过价是怎么着？没，就说他特别人品，各方面特别好。所以后来慢慢就因为那时候因为刚毕业嘛，然后觉得这个社会上人有点害怕呢，然后来经过长期的考验，觉得哎还不错，就成为男女朋友了。这就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。对。哦，然后四年之后我们就结婚了。没问你那个。好吧。有没有做过让你很感动的事情？感动的事情，他没有说什么特别感动的，就是老是一些小花招。譬如那个，比如说情人节的时候，他在北京，然后我在老家，然后完以后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回不来了，这怎么着的。我说那好吧，那也没办法。然后好吧，等我挂完电话，然后噔噔叮咚，然后已经到了。他老喜欢玩这小东西呢，小惊喜。你说这多危险呢？为什么？我们来聊一个别的话题。你很善良，你也特别简单啊，以后少跟说相声打交道。真后怕呀。你听懂了吗？小影子听懂了吗？好，没事了。女的都听不懂。一直到后来两个人订婚。你想那俩人这个打小接受的教育也不一样，文化有差异。这订婚这个没想一想吗？怎么热闹一下？我真的是亏了呢，因为一般老外，结果那一般老外都会先会求婚啊，对啊，怎么样的，然后完以后再结婚呢。我们那个时候可能不太忙了，然后完以后就是我们那天已经要结婚了，后来那哥们儿我们都要走出去，那个就我要走出去见大家的时候，婚证不要拽在屋里，然后跪下来，愿意嫁给我吗？拿着戒指。不愿意。你告诉他不愿意，咱们改天再说吧。然后他说好吧。然后我就说好吧，然后踢了他一下。踢了一下，他急了。你为什么要踢我？我不愿意了。没有。俩人结婚太卡通了，有点。不是我，因为我没有脑子，没有意识说结婚之前要先求婚，求婚以后的那个，他是怕以后人家问起，哎，你们求婚是那种什么方式求婚的？他有的说，他想的脑子想太多了，然后就那个的。这个，就这么答应他了，就。答应了。哦。婚礼在哪里办的？迈阿密。就很了不起一个地方啊。当时请了多少朋友？因为我那时候正好我外公是病危，然后我们家人就没有一个人去，没法去，万一就指不定那个。然后完以后在那个我在那个我其实在我婚礼的前一天我外公去世了。哎呀，所以我家人就一直不跟我说，等到我度完蜜月回来，从机场一开机一般才跟我说这样。不过我觉得很那天特别巧，特别有意思。我们那个有很多座位嘛，大概是有五十几位，因为没什么朋友嘛，五十几个座位，然后完以后大概有五十六个座位，但是只坐了55个人，所以我觉得那空的座位肯定是我外公来坐着。
所以他来参加肯定是来参加婚礼的。嗯，这个想得很好。嗯、啊、嗯，这么想你会永远很幸福。对对对，挺好。嗯，正式确定关系是在哪里啊？你这干嘛呢？不是因为他们婚姻介绍所，他们在写，我告诉他别写。你们讲一讲正式确立关系有什么美妙的好故事吗？那个，其实啊、哦，对，就是有触电的感觉，是在应该是在香港，但那时候因为我之前他追过几次，我都拒绝了，啊，对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曾经戴大墨镜，戴一大美妞是吧？没有，觉得那时候我觉得不对呢，状态不对，啊，然后完以后，后来有一次，他也挺会用招的，我发觉啊，所以然后他。讲讲上当受骗的经过。没有，我觉得就他就会，那有一阶段我就拒绝他，就后来就没来这儿，没再来找我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去香港，然后听另外一个朋友说，哎，他也在香港。我说，哎，正好我有两张那个刘德华的演唱会的票，然后说那个要不要过来，就叫那朋友转达给他，要不要过来一起看那演唱会，请他呢，不能不那个也。好朋友嘛哈，然后 OK 就请他去，然后看完散场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因为太多人了，你也打不到车，然后我们俩就沿着那个红磡嘛，那条河那个岸边就是那边溜达着，对，就溜达，俩人就那个，然后就溜达，就觉得越说就有感觉，就莫名其妙就很爱说，然后就溜达到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什么坚持不住，就想上洗手间了。我说我咱们上洗手间去吧，不然还一直往前溜达呢。真慎得慌啊！就哪个女孩跟我说走，咱俩上厕所。我得多害怕呀！然后后来，然后要过一条马路，要去那个饭店 hotel 去上，不是去饭店。谢谢你的坦率，去饭店上厕所，因为只有那边找得到。哎，这么一说圆满了。对，你记住，以后一定要这么说啊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过马路的时候，然后就拉了我一下，忽然就觉得就对的。两人想的都一样，然后手拉手，快乐的向饭店走去。厕所，饭店的厕所。是，你都先上个厕所。哎呀，我可爱跟你聊天了，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单纯呢？挺好，这个他这个会说国语吗？南城的，真的，这普通话比我好。真的呀，一嘴京片的。对对对。那什么时候我们得会一会？你们绝对要会一下。好好聊一聊，好吗？对对对。他什么时候来北京？他在北京啊。在北京。在做后期。哦，行，等他忙完了吧。行。忙完了一起坐一坐，聊一聊。好。希望你们两个人一生这么幸福，永远都这么快乐。谢谢。这个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。嗯。中西方文化是有差异的。嗯。结婚之后有没有觉得两人合不来的地方？那搞对象的时候都撑着绷着，这一块过日子他会有一些个真情流露了。还行。其实他很那个，他比中国他。其实他非常传统，他小时候在台湾长大，到9岁以后才出去，而且所以他好多观念都我觉得比我还传统，嗯，只不过就说不同就在于一些老外比较直接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是很直接，他们不拐弯，稍相对不拐弯，不像咱们似的一件事得转八个弯，是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最多也拐个弯就差不多了。就有以你这样的拐弯跟不拐弯没什么区别。然后完以后那个说什么？哎呀，脑子也拐不过弯。嗯。怎么说什么呢？没事，不要紧的。你想说什么说什么。想说中西方文化差异。啊，对对对，唯一就是很多东西就在于就是除了他比较直接，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，他一星期就是一定要有个2次要吃一下西餐。嗯。西餐的话，那。就有时西餐很麻烦，弄不到。那麦当劳也是他的西餐，也可以。所以对，经常我们家是麦当劳、披萨这种的西餐，唯一就是这个。还是喜欢吃这类东西，习惯。那他也不能全部吃中餐，就跟他人一样，就中西合并，就两边必须并在一起的那种。那挺好，尊重他吧，爱怎么吃怎么吃呗。谢谢龚老师，谢谢。谢谢郭老师，聊得非常开心。对，有时间来带着舞蹈一起来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到这边来。
啊，每一位来访的朋友都得讲一个笑话。是不是有东西要干嘛的？是不是啊？对啊，会下雪的。在哪里？如果讲的不好的话会下雪，告诉你笑话有点冷。嗯，来吧。笑话。摘个能播的。最不善于讲笑话。试试啊。好的。说有三条毛毛虫。好、哦。他们在一起要排成一条一对，然后要做那个体操，做广播体操。然后第一条毛毛虫说：“我后面还有两只毛毛虫在做体操。”然后第二只毛毛虫说：“我后面还有一只毛毛虫在做体操。”然后第三条毛毛虫说：“我后面还有一只毛毛虫在做体操。”操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对，为什么？问你们。没有人知道，告诉他们答案吧。因为他在说谎，他已经说出来。谢谢，笑话讲得非常的好，希望他快乐，也希望你们笑悲剧。你说不要后边那一页了是吧？我先撕了个，省你们后悔。我愿意啊。咋个死的？没死丫头。我怎么那么贱呢？给他挑唆黄了，跟我有什么好处？躺地呀！我啥也没说呀。哎呀！我在北京。太好，亲爱的，他在北京，京东。哎呀，啊、那你说谎。这个据传说，这个戏里你跟吴彦祖还有激情戏呢。对，真的呀。我们有这个完整详细的不带码的视频吗？其实没有，我觉得咱们国内所谓的那个激情戏都是假的，都不是，都乱炒作。其实就是激情戏，就接吻戏，或者说是那种戏，因为哪肯定通不过，你要有太过分，觉得国内肯定通不过嘛。就拍的时候肯定会有的。对。